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众期待的迷编。嗨，我是万众瞩目的宝编。嘿嘿，真的有万吗？我们只是几百位起跳的频道哎。也是啊，越来也只有几千单位而已。哎，而且为什么只有路卡利欧的娃娃、啊？那是我个人赞助的娃娃啦、啊！欢迎大家赞助我达克莱的娃娃。好、啊，回归正题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起始玉竹路卡与伊莱，是路卡利欧跟达克莱伊莱啊，那只是口误啦。重点我们是要来开箱给大家看的，并且我要对你下战帖。你口误很多次了，而且哎，不重要不重要。好啦，等等我们就来 PK， 先来开箱吧。Go。由宝编先来开路卡利欧的起始牌组啦！哇，这么可爱啊！快开快开！好，这是路卡利欧的 V Star 牌，它会先有一张单张的是赠送的，然后这边牌组里面会有60张的牌组、哦，是可以等一下直接拿来打的。哦好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路卡利欧的硬币，这样看会变色哎、欸。做的，对，哇，质感蛮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看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是桌垫，它是图案上面会有路卡利欧的图案的桌垫哦，大家可以拿来打开来看看。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开了。好啊，好，那总共就是路卡利欧的那个 V 的宝可梦牌。哎，他那一只叉字符是不是之前在什么球里面的？对，球的图案的叉字符。哦，哎，新牌看起来好漂亮。闪亮亮的路卡利欧，好，等下就要用这个打爆梅边。靠，对我骂脏话了你，你让我骂脏话了。然后这边就是其他的牌组，像瓦莎娜、飞天螳螂，再下来一点。对，好，宝可梦组合，这个是万用的十字稿，未来会越来越有用哦。大家也可以记得买两组凑四支十字稿。哎、欸，我的路卡利欧倒了啦！哦，我的路卡利欧倒了啦。好。十字稿外好用的道具，还有仙气球。这仙气球图案也是那个宝可梦球里面的那个图案，新的图案。好，那接下来后面都是一些道具卡，来训练奖。这支援者卡，竹篮博士。对，这博士也是用新的图面的博士。嗯。好，双涡轮能量。好用的双涡轮能量，四张。哦，然后豆能，然后豆能，好，以上就是路卡利欧的开箱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换梅边开箱达克莱伊，虽然没有达克莱伊的娃娃，就等宝边收到赞助以后。好，一样，这边有达克莱伊的一套60副玉组哦，那一样是单独放一张出来给大家看，还有非常漂亮的那个闪亮亮的硬币，噔噔噔。就要跟宝编来打一场了，究竟谁会赢呢？啊，好可怕哦！这两副牌是怎样的牌？来，达克莱伊，哇，黑黑的，帅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一般的造型啊。他是人吗？他是幽灵。幽灵哦，对，哦，搭配的是黑暗呀，二属性宝可，天真鱼。水系宝可梦，万真鱼，从千变成万，我们的粉丝团也是这样。我们粉丝团也是需要万众期待。一样的仙气球，然后还有暗黑修正党。哎、欸，那修正党超棒的。这是什么样的？它是选择一张弃牌区，选择一张暗能量，二能量，它就是那个二系很牌组很需要的东西。哦，高级球，所以大家可以真的建议可以再买，可以买两组一样的。克莱伊的达克莱，好，这边就二能了 ，OK， 好， OK, 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进战斗 ，Go！
特与路卡的开箱间战斗啦！哎，宝编终于确实成功获胜啦，而且还获得这么闪闪发亮的卡片。没错，我们就是喜欢这种闪闪发亮、提花的人呐、啊。哎，如果想让牌打得更顺滑，可以参考双奶仙介绍的牌组哦。对啊，经过他们优化改良过的那个卡牌啊，都有在聚宝阁官网上贩售哦。喜欢的话，记得上聚宝阁官网购买哦。最后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